武德是什么意思？武德是指从事武术活动的人，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应具有的道德品质。武是停止干戈、消停战事的实力，德以仁义为核心理念，以上指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。武德作为习武者所应具备的一种美德，要有宽广的心胸，不恃武伤人，不以强凌弱，对危害祖国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要敢说敢管，见义勇为，嫉恶如仇，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保持不盗名、不夺利、不保守、热于助人的美德，尊老爱幼、尊师重道，对前人和长辈的著作和经验要虚心学习，继承传统武德中的精华，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，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。